徒儿啊，短短七天时间，咱们师徒俩就游遍了西域诸国，同时也玩尽了36洞天，真是一大快事啊。连日来蒙师父教诲，弟子受益匪浅。你此次回去是要换一番新面目了。师父大恩大德，弟子敏感无内。时刻已尽，徒儿你可以回去了。弟子告辞了。徒儿回去要多做善事啊。人呢？我的房舍呢？洋人，洋人，洋人，你在哪儿？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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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儿不孝，对不住你。杨大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。孩儿真该死。杨大哥，你别这样，如果要怪，也只能怪你师父。怪我师父。洋人，你这个小畜生，我待你并不薄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徒儿，为师的元神就要离开自己的身体，赶往华山赴太上老君之约。师父，能带徒儿去吗？哼，不行，你根基尚浅，还不是时候。哦，为师走了以后，你除了固守丹炉以外，在这7天之内还要守住为师的房舍，不能被外界所侵。是。如果7天之后为师的元神还未回来，就将为师的房舍点了火化了吧。想不到我如期回来却把我的房舍烧了。洋人，你这背师欺信，违反师门的叛徒，我要给你最严厉最严厉的惩罚。洋人，你毁了我的房舍，我要杀了你。徒儿，为何难过呀？师父，一切都完了。弟子大道未成，房舍已毁，将来何以为续？徒儿啊，房舍只不过是渡人的船，人只要过了河，就应该把船放下。何况，为师不是早告诉过你，这次你回去，你就会有新的面目。原来师父早就知道，为何不告诉徒儿，提早防范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现在一切都迟了，人生而无体，怎么成就大事？徒儿啊，你想要个身体，那不很容易吗？师父能把身体还给徒儿？你的身体已经烧化，再也不能恢复了。不过，为师可以还你一个新身体。真的？随为师来。徒儿啊，进去吧。师父，可否换一个？你不是要个身体吗？现在有了，为什么还要换呢？弟子仪表堂堂，此人如此丑陋，还瘸了条腿，这叫弟子怎么列入仙班啊？蠢货，这人活着之时宅心仁厚，为人正派，非常孝友，很得乡人敬重。尽管相貌丑陋，身有残疾，却是一个有德之躯。你反观这世上，那英俊潇洒的人，有多少是有德之辈啊？这个，模样好坏与否，跟你修道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我看这个房舍还不错，你借他成道之后，天界多了位另类神仙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好吧。师傅，接着。我说师傅，那我不就成了铁拐李了吗？哎呀，此号甚好，看来就差一个葫芦了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这不是在耍我吗？此话怎讲？师傅，你看我这条腿不好使，你又让我背这个葫芦，哎呀，这晃来晃去的，你不是在耍我吗？哼，徒儿啊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葫芦啊，可是大有妙用啊！哎呀，这葫芦有什么妙用啊？这葫芦是从林上采下，经过我一番炼制，已把它的质地改变了，其壳坚硬如铁。平常的葫芦里面有的是紫和石，这个葫芦里面装满了仙家的至宝。你要降妖除怪，这东西能生炎火，发大水，火烈时可比一座火焰山，水大可抵整个大海，除了上界天仙，没有人能抵挡住它。师父，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你要用它救苦济人，只要把盖子揭去，是药药有药，药钱有钱，有时要是错过了宿头，还能住在里面，当一个临时的客栈。哎呀，师父，那我以后就有吃有房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徒儿啊，为师要问你，你得到这件宝贝，想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？师父，我想报仇。你，哼！徒儿啊，哎，没想到我一个好心，却变成了一桩坏事。那个小杨家是住在这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喂，跑什么呀？我又不找你借钱。喂，你是谁？找小杨干什么？哎，你是谁呀？我跟他的事儿，你管得着吗？他现在没空见你，要求施舍，最好到别处去。哎呦喂，那我偏要见他呢。哟，那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你。疼死我了！宝葫芦，我真得谢谢你啊！你这是什么葫芦？为什么这么硬？我这个呀，是宝葫芦，当然硬了。要是不硬，那不被你踢碎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就不信邪，打不着你这叫花子！怎么样？还打不打了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！还打不打了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你带不带我去啊？去去去！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嘿嘿嘿嘿，快走吧。走，娘，孩儿不孝，你慢些走，孩儿来陪您了。杨大哥，千万使不得！是不是？这个臭……来，这个老汉要找你。你是？你先不要问我，我问问你，你刚才拿剑，那是要干什么呀？我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啊，你的令堂既已过世，你为何又要以死来表示你的孝心呢？你不知道，我既对不起师父，又没有了母亲。我是个不忠不孝的人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此话怎么讲啊？我曾经答应过师父，要好好看管房舍，我小心翼翼，全力守护着师父，半步都不敢离开。眼看着六天就要过去了，杨大哥，不好了！小官，你这么急着上山来，是不是我娘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娘她……
小官啊。大娘，你好些了吗？我有件事儿啊，想麻烦你。大娘，有什么事尽管说，只要有小官做得到，没有不尽力的。小官啊，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。大娘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平常乐善好施，喜欢帮助别人，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我自己的身体啊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可是大娘，小官，我现在最盼望的就是能见人儿最后一面，我希望你能够上山把他给找回来，那我对你就感激不尽了。大娘，可是我走了，谁来照顾您呢？不要紧，我顶得住，你只管去吧。不行，这不行。为什么又不行？因为我若这么回去了，耽误了师父的修道大事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是你娘她……母亲的最后一面我固然要见，但是师父的躯体已经放在这整整六天了，我若是这么回去了，岂不是害了师父？哎呦，你是不是学道学傻了？怎么了？你师父他都没气了，还怎么复生？不瞒小官你说，我师父虽然没有气了，但只要他的元神一归位，还是可以活过来的。人都死了六天了，内脏早就溃烂了，何况只剩下半天。这……哎呀，没有这么巧的事儿。就算在这节骨眼上他回来了，那不成心跟你逗着玩吗？以我之见，这件事我给你算到九成九了，就剩那么一点儿，不会受到你师父责怪。倒是令堂他眼巴巴盼着，你忍心让他失望吗？那依你看，我师父的法体应该如何安排？这还不容易，令师是怎样吩咐你的，你就怎样替他做了。师父，弟子因家母病危，一时迫不得已，提前半日将您焚化，弟子向您告罪了。谁知我匆匆赶回，娘早已断气，像我这种不忠、不孝、不信的罪人，哪有颜面苟活一世？原来我是错怪他了。我已经明白你的一切了，我成全你的孝心。你这样子能帮我吗？在我云游四海的时候啊，我遇见了一位仙人，他呀给了我一粒起死回生之丹呐。哎，这粒仙丹呐，只有对善良的人他才管用。我呢觉得你比较善良，你把这粒仙丹给你的令堂服下，他呢很快就能复生。这是真的吗？哎，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呀？哎呀，就是，是真是假？哎，服下必见真招。嘿嘿，对啦，哎，快去吧，去吧。嘿嘿，娘，娘，您醒了，我娘醒了。娘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娘，娘，就是他救了您。那你快替我谢谢人家。哎，人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哎，人呢？肯定是走了。人儿，他对娘有再造之恩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谢谢他。好，去玉调神心重怜，从今益寿又延年，云生足下清辉绕，一笑尘烟去万千，寡欲精神爽，恩公思多血气酸。等等我。恩公，您还没接受我的致谢，怎么一声不响的就走了？行善快乐，何必要言谢呀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您对我们一家人都有恩，还没请教先生尊姓大名啊？怎么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请恕我眼拙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印象。徒儿，我是你的师父。啊，你是我师父？
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家师温文尔雅，气宇非凡，怎么会变成如今这般模样？哎呀，这因为你提前焚烧了为师的躯体，为师的元神无处归附，只好附在此人的身上变成这样，所以你就认不出来了。师父，弟子知错了。哎，请师父治罪。快起来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记住为师的话，百善孝为先，好好孝敬你的母亲，他日有缘，我们会再相遇的。师父。手摇一虎称，胜将膏药夸，百方无此妙，高道百病拔。手摇一虎称，胜将膏药夸，百方无此妙，高道百病拔。今天可真热闹啊。哎，这位老兄请留步。你是叫我吗？对，我是看你这脚上长了一个毒疮，是不是特别的疼啊？我这也碍你事吗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这儿啊有特别好的膏药，专门治你这种毒疮，我可以把你的脚医好。好啊好啊，你给我治病，这可是求之不得呀。不过得多少钱？分文不取，分文不取。你不要钱？那你吃啥喝啥？是这样，我把你的脚医好，你可以四处帮我去宣扬啊，这样来找我治病的人不就多了吗？好啊好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这边请。慢点慢点啊，来，坐好坐好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脚。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你就看吧。好了好了，没问题啊，这就好了。对啊，如果不好的话我还在这儿，明天你来找我。那好，好，啊，好。哎，喂喂喂，哟，哎，这位老兄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怎么样，你脚好些了吗？疼死我了。看看，快看看吧。哎呀，慢点慢点啊。这好像比昨天大了。什么叫好像啊？你看这就是比昨天大了吗？我说你这大夫你是怎么治的呀？你先别急，要不这样，我再给你换一贴。好吧好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次要是再不好，再不好，你去北大街王家药铺找我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是吧？是我说的。好，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，啊。哎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娘子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我让你帮我看着这炉火熬着药，你说这火都快灭了，你怎么还在这睡觉啊？加点柴火不就得了吗？有何大惊小怪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制药要用心，分量要足，火候要到位，要不然怎么能熬出好药呢？你说你……知道了知道了。你这个小东西还敢咬我，看我不揍你。你敢？你要是敢碰他的话，你今天晚上就别想回房睡觉。你……我怎么的？你说我怎么的？这狗啊，
就是让你给惯坏了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哼，你个大男人还跟狗争风吃醋？谁跟他争了？娘子啊，不是我爱在这唠叨，关键是这制药啊，实在是……哎呀，我这头，我这熬一会儿药，想进屋躺一会儿，你就叨叨个没完没了的。哪不舒服？要不我给你抓副药？没事的，我再躺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好，来躺下啊。那你继续休息吧，我去看着药。这个傻子被我蒙了还不知道呢。我让你开，我让你开！哎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哎，你们张德府的膏药啊，全都是一些黑心假货。哪里可能会弄假货？哎，哪里会弄假货？不是，想讹人？我讹人吗？那你们问问他好了。哎。让你开，开！你得非得……哎，老兄，老兄，莫动怒，莫动怒，有话好好说啊！你还出来呀？我正想砸你的店呢！你脚怎么样了？我脚怎么样？哎，你自己看看。哎呦，真臭啊！怎么比昨天还大了？这要是银子，那我肯定高兴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药啊，全都是假的。哎，这不能，不能。要不这样，我到里边再给你换贴好的。别，你快算了吧。我这条腿啊，就你这种治疗方法，待会儿这条好腿都废了。这次我保证给你治好啊。咱里面去啊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来，福宝贝儿，去。我只想杀人灭口啊！没有没有，哎，这个小畜生，你我的来福，我的来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好你个王凯，你听我说，你哪来这个镯子？好啊。你既然为了这个臭要饭的敢打死我的狗，你还算我男人吗？你这狗咬人呢，我逼不得已才这样的。那好啊，这臭要饭的这么好，你去跟他过去吧。不是，哎，娘子娘子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这样的。还解释个屁啊你。哎呦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我娘子她……你什么你啊？你快治我的脚啊。好好，原来你是个食言而肥的人呐，那我的脚就不治了吗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这脚熬药去啊。哎，原本是一片好心，想帮人治病嘛，哎，搞成这样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饮酒就乱性了。老兄，老兄，来试试我这特制的膏药。这次的药量足啊？难道以前药量不足？哎，上次要是足，我这个腿啊应该早就好了。你看现在都烂成什么样子了。不对啊，每次熬制膏药的药材用量都是我亲手所配，我从来不干那短斤少两的事儿。你不想想，你没做那别人也没做吗？他哪来这么多首饰？难道是……
你干什么呢？你吓我一跳。当家的，这药膏放一半就够了。这药量不够怎么能治病救人呢？这治不好病还不简单，这样可以再买咱们的药，咱们就可以发大财了。哎，你这是……我们不能这么做。为什么呀？娘子，正所谓医者父母心，我们做事要讲良心的。再说这病毒的毒性非常大，如果不尽快医治的话，它会迅速的蔓延，会要人命的。那就怪他没有那个福气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本来就是嘛，这市面上做生意的哪有不这么搞的？这卖肉的往里面注水，卖菜的设法偷斤少两，我这已经够对得起他们。别人怎么做我不管，就算我穷死，我也不干这种没良心的事。好，那你记得去吧，死脑筋。哎，想通了吧？哎，不如我先治你的脚吧。哦，好好好。这还差不多。好点了没？哎呦，还不疼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再帮你看看。你看看。哎，真的好了。你的毒疮好了。哎，这上面还有字呢。那你给我念念。你恪守本分，又有爱心，特受此妙方。哎，这位老兄，你绝非是凡人呐！敢问老兄，难道？他就是八仙中的铁拐李。谢谢大仙，谢谢大仙受此妙方。先生，您慢走啊，慢走。难怪他不去娘家求我回来，原来生意变好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都有啊！哎，给我来！大家别着急，排好队，都有。是那臭要饭，没错。他杀了我的来福不说，这个臭。慢走啊！哎，下一个。哎，我的，来两副。青菜，新鲜的青菜喽。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保管一帖见效，保管一帖见效啊！哎，师傅，你来一帖吧。不用，你才有病呢！你说这什么东西？一病不及时，早晚有后患呐！你就是那个讹诈王郎中的人？我没讹诈他呀！还想抵赖？一连数次找茬，你还不承认？哎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哎，你们这说不说理啊？少废话，给我走！走！哎，我这冤枉啊！我冤枉啊！这是哎。混账东西，你是吃了豹子胆了？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死瘸子，你的末日到了。我是个瘸拐，膝盖骨早就硬了，从来不下跪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从何而来？可恶，为什么不打他？我的名字好久都不用了，已经记不住了，但认识我的人都叫我瘸腿叫花，还有的人称我为铁拐先生，哦，还有人喊我为江湖郎中呢。这么说你懂得岐黄之术？这个略知一二。哎，怎么你这感觉好像是捡到黄金了呀？我来问你啊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既然你懂得这么多，那么你就应该把你的腿治好。你又为何发笑啊？我说大人呐，您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。在这世上
职业千百种，能顾得了别人顾不了自己的那是多的是啊。说来听听，造房子的为什么住茅草屋，养蚕的为什么穿破衣裳，种谷的为什么饿着肚子，这管盗贼的官府又为何暗地里贪赃枉法，这些你都不闻不问吗？别着急大人，我还要问你，你是不是假公济私拿钱买的官啊？本府吧。大表哥，我希望有件事你能帮我。这是我小小的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好说好说。小表妹呀，是谁让你受委屈了？你尽管跟我说，我一定为你出气。至于这些东西嘛，我这有的是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自己留着啊，留着。谢谢大表哥。大表哥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不知道从哪跑出了个臭要饭的。哦，他打死我心爱的来福不说，还怂恿当家的把我赶出家门。我。呦，小表妹，你别伤心啊。你说你让为兄怎么办他，我就怎么办他。他这么可恶，我一定要让他死。啊？怎么，你办不到吗？办得到。既然小表妹让他死，他绝对活不成。大表哥，你真好。表哥还有更好的呢。不要，讨厌。简直是一对狗男女啊。你说什么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。什么人不知己莫为呀？真是不知所谓。对了，大人，您是不是想试试我的医术啊？哎，好啊，正说到正题上了。你先过来。这腿你能治好吗？哎呦，您的这条腿跟俺的差不多呀。这可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如果你要是把这条腿治好了，本府重重的赏你。这对狗男女，不治治他们怎么能行呢？你发什么呆呀？到底能不能治好啊？大人，当然可以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有逼你。如果你要是治不好，我要杀你的脑袋。哼，臭瘸子，你当然不知道我跟大表哥的关系，这回神仙也救不了你。不过得有三个条件呢。你说，我洗耳恭听。这第一呢，大人的脚很秀气，要找个模样相仿的，才不会一大一小两边不对称。好，接着说第二点呢。这第二呢，按照医学原理，需要和大人有血缘关系，这样血肉才能交融，不会产生排斥的作用。说的没错。那这第三点呢，要与大人心灵相通，这样运用起来才能够得心应脚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哪里哪里。他娘的，这三下我上哪儿去找啊？啊，你分明是治不好，是有意拿话题找借口。对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这还不简单吗？这什么还不难？当然不难呐。这呀，人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在哪儿啊？如果要是找不出来，我立马砍了你的狗头。那儿不就是现成的吗？嗯，麻烦头把人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哎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
你放手！怎么会是你呀？大表哥，这家伙明显是在涮人，你快点杀了他吧！哎，啊、他呀，脚很秀气，与大人既同心又共喜，真是难得的上品啊！你就……大表哥，你快点下令，可别被他蒙了。他这三项分析的还真有道理。大表哥，你别再犹豫了。不成不成，本府已经答应他了。我说出去的话，我不能出尔反尔。如果他要是治不好，我再处置他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砍我的脚了？大表哥，我为了本府的光荣，你就牺牲一点吧。本府定会加倍赔偿你的。你不能砍我的脚，你不能砍我的脚！死瘸子，臭瘸子，烂瘸子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来人呐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！你们谁敢？对不住了，表小姐。郎中，郎中，我怕疼，你一会儿能不能轻一点？这没问题啊，啊，这个很简单，我的换腿技术呢，那可是无痛的呀！啊，无痛的？你不会是糊弄本府吧？我怎么敢欺骗大人呢？啊，那样不成了骗子了吗？你说呢？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喽，我要喊一二三，你们同时把他们的右脚给我砍下来，记住，不要拖泥带水，要干净利索。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我可要拿你们两个试问啊！是。大兄，要不咱们两个换一换吧？我才不干呢，我怕会有闪失。你怕，我就不怕。你们两个不要说话啊，听我的命令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我这儿在哪儿啊？这里不会是阴曹地府吧？大人，您看天这么明亮，您现在是在哪儿啊？我还活着。不仅活着，连你的腿也给换好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快快扶我起来。慢点。是的，走走，看合用不合用。恭喜大人，好了。天哪，你的脚就好了，可我的脚却瘸了。小表妹别伤心，以后呢为兄来照顾你啊，我会加倍的补偿你的。人家这副鬼样还怎么回药铺？哎呀，还回什么药铺啊，以后啊你就在为兄这儿，咱们双飞双宿啊。那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先杀了那个臭要饭的，替我出口恶气。包在为兄身上了。奇迹啊。奇迹，简直就是奇迹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。李全子，还不知罪受死啊！哎，我说大人，我治好了你的腿伤，何罪有之啊？没错，本府的腿是治好了，可是刁氏因承受不了重大打击，得了失心疯，这比杀人还可恶啊！这是真的吗？本府岂能说谎？那好啊，那你让他出来。
如果真疯了，那我认罪；如若没有，大人，那你说该怎么样啊？嘿，你这实在是在胡说八道。岂能由你来这方胡言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你快叫他出来，我能够治好他的那个……哎，你竟敢怀疑本府？你们大家可都听好了，这可是大人亲口说的。你敢顶撞本府，目无法纪，藐视公堂！来人呐，在，给我重重掌嘴！是，来吧。哎，别听，重重的打！记住了啊，千万用力！哎，哎哎，这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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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还用力点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呦，快把他关入死牢！是大人、哎，我说大人，您这个人有恩不报，怎么还想杀我呀？快点带下去，你们耳朵聋了吧？哎，你是不是很痒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这就对了。你呀、啊，活不了多久了啊！啊！你活不了多久了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怎么变成个猪头了？别提了，我全是为了你呀！我本来是想替你出出气，啊，先跪他几个耳光，然后我再杀了他。那你做得好啊，大表哥，终于替我出了这口恶气。是，马板头看着是打他，可他每一巴掌都打在我脸上，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了。莫非他真的懂邪术？呀，表哥，你快坐，来来来，快帮我挠挠。哦、是哪儿啊？哎呀，哪儿痒啊？痒死我！哪儿痒？你帮我使劲挠挠我、哎。好点了吗？不行啊，你得使劲挠。我使劲了，好点了吗？我把衣服撩开了挠。好没好一点啊？快点使劲，使劲！啊、哦，这都肿起来了。使劲挠，使劲挠！好好好，你不，哎呀，坏了，这帮挠出个洞，都流出脓来了，有点疼，好臭啊！怎么这么疼啊？快，别停，继续！我可不敢挠了，这要是挠坏了，我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。还是赶紧找大夫吧。哎，这人心已经坏了，找什么样的大夫？他也治不好。哎，老瘸子，你这烧筋哪儿来的？哎呦，你这鼻子够尖的，连烧鸡你都能闻出来。你进来的时候双手空空啊。嘿嘿嘿，我呀告诉你吧，这是傻瓜给的。你尽情的笑，大声的笑，反正再不笑到明天也是没机会了，不跟你说。要死脸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大人，这是咱们这里最有名的萧大夫，给您请来了。老朽萧翁见过府台大人。哎呀，免礼免礼，快给本府看背。死我了！
怎么样啊？哎，不妙啊！知府大人是因风热、火毒、湿热蕴结，得了是一种严重的背疽呀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替他医治啊！老朽医术有限，治不了这个病，还是请大人另请高明吧。老家伙，你好大胆子，竟不替本府医治啊！不不不，大人您误会了，误会了。疼死我了！大人，您千万别生气啊！您一生气，火毒急速上升，背疽一旦病变，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啊！我不生气，我不生气。那，你快点替本府医吧。大人，哪里是我不医呀、啊？真的是看不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老朽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此病。什么人？北大街王家药铺的王凯，他是专门治各种被花叮毒的。他能有那个本事？要是他有那个本事的话，他早就发财了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俗话说，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老朽听说他心好，遇到了仙人指点，现在治的狗皮膏药啊，什么被花叮毒，哎，是一帖就见效啊。那也只是传闻吧。传闻也得试一试吧。哎呀，别再耽搁了，赶快去找人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大人，老朽告辞。大夫，大夫，疼死我了！你说怎么办？要不把你丈夫找来？不用。啊，既然他说那高人肯定是那个臭要饭的，大表哥，你看这样如何？我们先把他找来，等他治好了你的病，我们再杀他也不迟。打开。那是。老瞎子，出来。天还没亮呢，干嘛着急杀我呀？我叫你出来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出来，啰里吧嗦些什么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好，我现在就出去。我老李啊，从来都不啰嗦，从来都不啰嗦。这葫芦啊，我在这放一会儿，一会儿我还回来，啊，放你这儿啊，你可别动它。行。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么臭，比狗屎还臭啊！是不是死了野狗，还是死了耗子没埋呀？你闭上你的臭嘴！哎呀，肖大夫跟你说不叫你发火，不叫你发火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不发火，我不发火。哎，对了，不发火。我好了，我不发火。哎，就是嘛，我跟你说啊，发火容易死人的。这刚说完，这怎么又犯了？快坐下。哎，我好像记得。你这个婆娘不是已经疯了吗？你才发疯了呢。哎呀，这绝对不是我说的，是她说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要怨你怨她。好了，你别在这地方挑拨离间了，赶紧替本府医病，快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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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哦，快。哎呦，好大的葫芦啊，里面肯定装满了好多酒啊！哎呀，那个老叫花子走了，
我的机会来了，我的机会来了。老头，给我留一口吧。你算哪个葱啊？啊，有福同享嘛，别一个人吃独食，一个人吃独食你会倒霉的。放你的狗臭屁，你们是罪犯，能跟我比吗？看我慢慢享受就行了。哎呦，我的帽子，我的帽子完了。哎呀，好可怕。变秃头了吧，活该。气死我了，你这个臭葫芦。哎呀，疼死我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抱呀，疼死我了。哎呦，你这病不太好治啊，挺严重的。你，是不好医治，不好治，也得要治。眼膜外脱了，啊！如果你要是把本府的病医好了，不光是恕你无罪，而且我要重重的赏你，赏你黄金百两。哎呦，俺是要饭的命，怎么能享用黄金呢？你不要黄金，你要什么，本府就赐给你什么。好，我这儿啊有一帖狗皮膏药，我给你贴上试试看好不好啊，那可就要看你自己的咯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快你还不能走？怎么，你想留我吃饭？不不不不不不，本府是怕你耍我，所以呢，你还是要回到大牢里去。当本府的病真的好了，我自然会放你出去。失信呐，啊？哎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呀。老头，哎呦，怎么一会儿不见，你就变成了烤猪头了？不许想，不许想！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哎呀，你们，这谁动了我的宝葫芦了？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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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。我没有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没有？你看看你胡子、眉毛，都烧了，能不是你吗？其实啊，我是奉命行事，检查你的葫芦，看看有没有夹带武器。以免影响牢中的安全呐、啊！哎呀，你看看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来打开呀、啊，也烧不着你呀、啊。奇怪呀、啊，你这个葫芦怎么会喷火啊？这是炼丹用的。我走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不要动，你动了，你看你吃大亏了吧？我炼丹用的，我的天哪，会喷火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他还是手下留情了，否则让你变成烤猪哦！不许笑，不许笑！古人云：“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看，非礼勿动，还有非礼勿想。”你要是不听我的，小心你踢到铁板上！大表哥，大表哥，这人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别闹了，快放我下来！讨厌！哎，你这昨晚还疼得要死要活的，你今天哪来的力气抱我呀？哈哈，小表妹，你看好了，我完全好了，哪儿也不疼了，看看，哈哈哈哈，
是一切都好了。那你要遵守诺言，放了他？门儿都没有。他把你害得有家不能回，而且使你变成了瘸子。我一直在琢磨着，我这病一定是他在背后捣的鬼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这种刁民我绝对不能放，因此我非杀了他不可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这胃。你可别吓我。又疼起来了。慢点，快坐下。来，快坐下，这刚刚不还是好好的吗？是啊，这么说疼又疼起来了。那怎么办好啊？快把那臭小子给我叫过来。好。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，把那要见的老花子。老瘸子起来了。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哎呀，干嘛呀？放我也不差这一会儿，让我睡会儿。不是啊，听说大老爷的病又犯了，急着找你去呢。我这膏药挺好使的呀。你别多想了，快点去吧。我要吃饭，我肚子饿了，不行不行。你真要医好大老爷的病，龙肝凤髓，你想吃啥都行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吃饭皇帝大，连皇帝都不埋饿兵的，我没吃饭，我身上没有劲儿。你看，咱们分两头进行，你赶快去给病人看病，我到厨房弄点早点，咱们两不耽误，你看如何？快点啊！你这还像人说的话？他怎么还不来呀？他怎么还不来呀？你别生气了，疼死我了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。你又想起了什么了你啊？你方才就是因为生气，所以这病才犯的。大人，李铁拐来了。多谢多谢，你可来了。本来呀，本府是想把你给释放了，可是我这背又疼起来了，而且比昨天疼得还厉害。哼，那就要问问你自己了。问我自己？那你究竟想了什么，说了什么呀？我一直在琢磨着，我这病一定是他在背后搞的鬼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这种刁民绝对不能放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你想到了吗？怎么还没有想起来吗？我什么也没想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好，现在我就怀疑你在膏药里下毒，谋害朝廷命官。哎呦喂，我说大人，您的这顶帽子我真的是戴不了啊。那你就乖乖的给我看病。好，我给你治，我给你治，我给你看看，我给你看看啊。怎么样，他这病还有的治吗？哎呦，这个钉疮口子小但里边大，是从里烂出来的，这就是俗称的烂透心啊。您是没地方治了呀。什么？大人，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您平日为官做事比较狠毒，从来您都不讲良心，所以啊才得了这个疮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与我的膏药是没有关系。大夫，哎呦，您的早点来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这肚子呀早就饿扁了，我在这儿可以祭奠一下我的五腑六脏。我叫
你吃，不叫你吃，你这个臭要饭的，你去吃屎吧你！大人，您为何要这么做呀？我怎么办啊？你不是说我要死了吗？我临死的时候，我要抓一个垫背的。马板头，在，把这个臭要饭的给我绑了。大人，就说他蓄意谋害朝廷命官，把他给我砍了。是你，走。大表哥，大表哥，大表哥，你别吓我呀！大表哥，大表哥，大表哥！野草闲花满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春秋。抬头吴越齐秦楚，转眼梁唐晋汉周。接光，接光。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干什么你？师傅，慢走。师傅，吃药啊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怎么了？我打听到师祖他老人家被衙门抓去了。怎么能被衙门抓去呢？他犯什么罪了？犯什么罪不知道，听说很严重，被衙门押到菜市场，又当众砍头。啊！举世皆从忙里老，几人肯向死前休？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？闲鱼千载知谁是，满眼蓬蒿共一秋啊！那个人是谁啊？犯了什么罪？听说是个游方郎中，致死了府台大人，犯下了死罪呀、啊！死得好，这是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的狗官，早就该死了。这，瞧你这咬牙切齿的，为什么这么恨他呀？都怪冯高高这个狗日的！你是说那个唱戏的？不是这个衣冠禽兽，还能是谁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王八戏子色胆包天，见我家夫人貌美，常常趁我不在偷偷调戏她。还有这种事儿啊？别看他戏里头唱的什么忠孝礼义，其实他呀就是个好色之徒，见了女人就想沾。我警告了他几次，他就是不听，我便告了他。方高高，为何不好好唱戏，教忠教教，偏偏要伤风败俗，勾引人家良家妇女，还不从实招来？我大人，你看他无话可说了吧？大人，大人，草民乃是愚人，请大人明察秋毫。愚人。哎，是啊，大人，是愚人。愚者傻也，你一个傻瓜，怎么会勾引人家良家妇女呢？啊，大人，一个傻子怎么能唱戏呢？他要不是傻瓜，啊，怎么会承认自己有罪呢？所以。本府宣布冯高高不罪，当堂开释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大人，他明明是在装傻。是杨少川，你这个大呼小叫，本府定要治你一个咆哮公堂之罪，打你个屁股开花。大人都这样判了，还会有什么错？何况抓贼抓赃，捉奸捉双，你又没什么凭证。我告诉你吧，经过一番打探，他事先拿了姓冯的好处。草民冯高高知道大人您喜欢吃鱼，特地送两条是又肥又大的来孝敬您这位父母官。你这伤风败俗的罪，只吃两条鱼有点太便宜了吧。不，还有这个，好，干得好，懂事儿，本府就喜欢这个。你的官司包你没事儿。这就是人家常骂的“一世贪官，五世为娼”。这种受贿买放的狗官，早该得报应了。马力牛筋为子孙，
龙争虎斗闹乾坤，战尘摩擦英雄老，杀气熏蒸日月昏。希望来得及求表哥，刀下留人，放了师父他老人家一命。走，走。你怎么不走了？怎么回事？这地方啊，到了。头儿，他突然不走了。老瘸子，你是不是怕死，不敢走了？为何大笑？我呀，听说过这个死字，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死字是怎么写的。到了菜市场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带走。用力！是神仙下凡来收拾恶人了呀！你这儿干什么呢？我要找府台大人。见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是他表妹夫，你们不都认识我吗？知道你是北大街卖狗皮膏药的。对呀，认识我你还不让我进去？我找他真有急事儿。哎，他已经归西了，你见他还有用吗？归西了？这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归西了？是被老瘸子害死的。老瘸子？哎呀，龙山兄弟，你就别费力气了。我要说不走啊，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走我。呸！我还偏不信这个邪。那个，嘿。我说乡亲们呐，这府台大人呐，心太黑了，他是想让我上西天呐，所以呢，我不走也得走了啊！你，哎，你，水了，快下去搜，就算在水晶宫，也要把他给我搜出来。是，让开，让开。哎呀，真可怜呐，连早餐都没吃上，就被送上路了。到地府只能当饿死鬼。哎，老瘸子，这你可不能怨我呀！啊，老瘸子死了？哎，可怜呐，连最后一餐也没捞着啊！怨，就只能怨大老爷啊！这贪官也太黑了，扣成这样。他死了，这个大葫芦就没主人了。我拿回去当灶，可以省不少柴火。对，宝葫芦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怎么这么重啊？哎呦，怎么那个老瘸子拿起来这么轻松的？我怎么这么费力呀？哎，你们看，牢头干什么呢？还能干什么呀？上梁不正下梁歪呗，他想捡个大便宜。呀呀，哎呦，好啊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你别走啊！哎呦，你别走！这边闹闹，是那边看看，是。这位兄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官差在干嘛呢？他们逼得老乞丐跳河了，现在打捞呢。老乞丐，那个老乞丐是不是腿有点瘸，腰上还挂着一葫芦？对，是有点瘸，但是腰上没挂葫芦。哎，这人谁呀？为什么在此大哭啊？不知道。师父，徒儿来晚一步吧。师父，没能见您最后一面。师父，哎，看看，这，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就是啊，
奇怪，他没脚怎么能动啊？就是，太悬了，这不是师傅的葫芦吗？太悬了！哎呀，真是奇怪！老天爷，求您保佑我师傅平安无恙。师傅，带我到对面去吧。这是干什么？摆渡费啊？哦，我今天没有带啊。哼，哎呀，我看你这样就像没钱的，没钱就回家待着去吧，过什么河呀？嗯，哎，兄弟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我这儿啊，你看，还有几帖膏药，你呀，拿去换点钱啊，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你蒙别人行啊，张德府的膏药都是瞎蒙人的。哎，这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这膏药我试过了，很灵的，这绝对是真的。你说要是别人说这事儿，我还真信，就你这样像有钱的吗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是啊，我的一个兄弟。兄弟，你呀，可算回来了，否则我老李今天可糗大了啊！老神仙，我等的人就是你呀！我说，兄弟，这男儿膝下有黄金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不管什么黄金不黄金呐，总之你今天一定要收我为徒啊！这后面也没有人啊！哎呀，老神仙，你不要装了，老神仙，老神仙，都怪我有眼无珠啊！哎呀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的。行行行，你先起来，先起来，起来！啊，哎，不起来！我要是起来，你必须得收我为徒啊！起来起来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问什么问题我都回答。我问你啊。是谁告诉你我要路过此地的呀？哎，这个问题啊，老神仙，实不相瞒，昨天晚上呢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喂，找到替死鬼没有？还说呢，赶快闪脱吧，咱们现在是水鬼了，难道还怕人不成？人并不可怕，应该怕的是仙，他要知道咱们仨在这里混水摸鱼害人，非灭了咱们不可。仙在哪儿？仙在哪儿？我刚得到消息，明天铁拐李大仙要用这里渡河，所以来通知你们。咱们还是快跑吧，走。哎呀，鬼啊，鬼啊，鬼！是在做梦啊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这梦好真呐！哎，是不是我天天要当神仙，神仙给我托的梦啊？明天老神仙是要来我的码头，要坐我的船，让我渡他。师傅，你不知道，我为了成神仙，我是费尽了周折。这天没亮，我就在这儿一直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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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太阳有多大，我还在这里坚持地等了下去。哎呀，要不是这个葫芦兄弟及时出现啊，我差点就耽误了时辰了。哦，哎呀，原来如此。所以啊，老神仙，你一定要收我为徒啊，一定要收我为徒，我干活好辛苦啊。这干活赚钱养家过日子，这每个人都这样。哎呀，那不一样啊，当神仙多逍遥啊。继续说。你看你们神仙呐，哎呀，一天呐，哦，呼风唤雨，哎，云里来雾里去的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，悠闲自在是吧？想吃什么一遍，哎，有了。这当神仙呐，可不是这么简单的。怎么会呢？当神仙当然逍遥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当神仙是要修炼的，比干活还要累。哎呀，我不管了，老神仙，只要你能收我为徒，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。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什么事情呢我都听你的话。此话当真？
如果我有半句谎言，你就让我一辈子白头好了。哎呀，好吧好吧，那我看你这么虔诚，我就先收你为徒吧。哎呀，谢谢师傅！哎呀，谢谢师傅！谢谢师傅！把草帽先接过去吧。哎，谢谢师傅。那我们走吧。啊，哎呀，师傅，你看你还划什么船呢？你变个法术，我们腾云驾雾多好啊！你这一点本事都没学，你就想怎么啊上天驾云啊？不是啊，师傅，您是老神仙，当神仙总得有范儿嘛，对不对？那好吧。不过你可得听我的，要不然掉下来摔个粉身碎骨，那可不得了啊！拽着我的拐杖，闭上你的眼睛。哦。一。好了，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啊，师傅，我现在可以睁开了吗？嗯，睁吧。哎呀！我的妈呀！吓死我了！你这神仙是怎么当的？才往下看了这一眼，怎么就害怕了？不是师傅，徒儿第一次飞，实在是没经验。你呢？把手撒开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师傅让你撒开，你就撒开，啊，撒开吧。没掉下去，师傅。哎，走走。没事儿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当神仙真是有意思啊，太神奇了！你往前走这一小步啊，在人间可是几百里啊。师傅，您是说，我离家已经有上千里路了？那当然了。喂，为师的斗笠啊！我说壮壮啊，跳下去，把为师的斗笠捡上来吧。哎呀，师傅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！那个破斗笠，我早就想把它扔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那个可是玉皇大帝赐给为师的，丢了要接受惩罚的。这么严重啊？那好吧，徒弟去给你拿。师傅，您是大名鼎鼎的神仙啊，能上天，能入地的。您就使个法术，把它弄上了呗。壮壮，当初你是怎么答应你师父的？我，你说你想当神仙，啊，修炼之苦你都不害怕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做，完全都听我的。现在我只叫你跳下去捡斗笠，你都不敢去，这也是在修行啊，你怕什么？没有，师父，我不害怕，我去给你把它捡回来。不，你不用去了。师父，我就知道你使个法术把它变下来。为师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啊，不，师父，徒儿错了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师父，师父。为师做与不做，都在一念之间。现在机会已经错过，不再需要你了。你还是回去摆渡吧。我不想去摆渡了，我只想做神仙，我是真心想做神仙的。师父，我这儿啊什么药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药啊。师父，您不能这么忍心呐，我的好师父。叫什么已经没有用了，走吧。师父，你走吧。师父，既然你非要赶徒儿走，徒儿只好回去了。师父保重。师父，我离家上千里路，你让我回去，我一分钱都没有，你就忍心看着徒儿饿死在路上吗？那好吧，看在我师徒一场的份上，为师给你一些盘缠，把你的手伸过来。谢谢师父。好了。
师父，你又在戏弄徒儿了，这算什么吗？这个，这可是你一路上的盘缠。如果有人向你要钱，你就伸开你的巴掌，自然就会有钱给他们。真的啊？回去吧。师父保重。师父，师父，这神仙没当成，做了一个苦行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出来呀！我错了。哟，客官，这边坐。来，客官，您点点什么？先给我来碗水。好嘞，一文钱。喝一碗水还要钱呢？先付账，后享用。就一文钱，至于吗？实在是太饿太渴了，现在连一整头牛我都能吃下。等会儿叫美酒大餐，先犒劳一下自己。不要有丝毫妄想，也不要有不劳而获的这种感觉啊！客官，您的水。喂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没钱啊？那个什么，给我弄一碗牛肉面，牛肉放多一点。好嘞。哎不，等，客官，您到底想点点什么呀？我跟你说错了，少放点牛肉，多放点面，汤面啊。哎，这还差不多嘛。五文钱，谢谢。稍等啊！师父肯定还盯着我，我要好好表现，力求重返神仙门。我还要救世济人，我可不能在这儿盯着你这个凡夫俗子啊！假装啊！我终于到家了啊！卖糖葫芦嘞！刚到家就碰到卖糖葫芦的，卖糖葫芦的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问你啊，你这个糖葫芦是不是冰糖做的呀？是啊，肯定是。多少钱一只？一文钱一只。冰糖葫芦怎么样？甜吗？一文啊！多了，这样吧，再送你一只。还有一只啊？啊、嗯，哎，等等，师傅，你看到了啊？不是徒儿我贪心，是人家送给我的，是你送给我的、啊，是送你的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卖糖葫芦的啊，冰糖葫芦，果然很甜呐、啊，跟当初那个一模一样。哎，小弟啊，喂，砍柴啊，哎。干什么去？什么意思嘛？我刚走了几天呢，都不理我。切，这不那口井吗？难道我走错了吗？没有啊。老板，那个来一只烧鸡。啊，一只咸水鸭，
四两猪头肉，再来二斤女儿红啊，快点。好的。哎，哎呦喂，壮壮，七叔啊，七叔，还是你眼力好啊！来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这出去没几天呢，您这胡子怎么白了？咱们村里的人个个都不认识我了。几天？都十多年了。十多年了？不可能，我这刚出去几天呢。刚？哪个刚？您看小四，看见了吗？当年还哭鼻涕呢，现在都娶妻生子了，我胡子都白了。你说那个是小四儿啊？对呀、啊。照这么说，天上想什么呢？人间一年是真的了。啊，七叔，是这么回事啊？难怪这个村里的年轻人都不理我了呢。不是，我说你过糊涂了吧？啊，这十多年不见，哪儿混去了？七叔啊。这好端端的一个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？不是混还是什么呀？啊，哎，七叔啊，七叔，我跟你说，我去当神仙了。这十多年都过去了，还想着当神仙呢？小子醒醒吧，这世上哪有神仙呢？七叔啊，我也不是跟你瞎吹，这事儿呢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，等一会儿我吃饱了喝足了之后，我慢慢跟您道来。等会儿，我记得你早时候就这身衣裳吧？啊，这十多年不见，还这身衣裳啊？也没个包袱、行李什么的，啊，可见你混得不怎么样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这么说呀、啊？哎，你点了这么多东西，哎，有钱付账没有啊？我说七叔，你就是失脸。我要是没有那么多钱，我敢点这么多菜？有钱啊？好嘞，哎。二两六钱五，啊，优惠你二两半，拿来吧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你也不用优惠我，不就是二两六钱五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一分钱不少，我给你。哎，事儿大没用啊，先拿来，看好了啊，给你。这哪儿呢？不是，等会儿啊，给。等会儿，干嘛呢？学人家变戏法呢啊啊！小三儿，哎，先别给上菜。好嘞，小心这小子吃白食，我告诉你。不，七叔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不听你说，说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出去！你等我吃一口啊，你吃个屁！哎哎，七叔，走，哎，出去！我臭师傅，烂师傅，我都落魄成这个样子了，您还耍我，还欺负我？哎，我可没有耍你啊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临走的时候我曾经告诉过你，看在我们师徒一场的份上，我送你一些盘缠，现在你到家了，你还要盘缠干什么？师父，对呀，师父没骗我，我知罪了，没见过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神仙？我竟然把师父的话忘得一干二净。你呀、啊、做人都没做明白，还当什么神仙呢？啊，下辈子吧。三十三天天外天，九霄云外有神仙，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坚呐、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